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636集。今天给大家分享魔方推出的军师合体当中的第一个成员，致敬到吵闹这个人物。那规避版权的关系呢，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重炮。他的合体的部分呢，如果你已经在网络上看过图片的话，就是他直接以坦克的形态，然后去接上一个脚掌啊，就算完事了。那我个人也不讨厌了啊，因为可以比较简单的完成变形啊，这个对我们录节目还有我们实地来把玩的话呢，都是有直接正面的影响的啊。那么玩具本身的话也是尼龙的材质啊，那有一些部分啊，像腰身的话，以往这个地方如果能动它会比较偏松，这一次的话呢算是也是有这样一点类似的一个情况啊。再来就是我手上这一款这个膝盖啊，这个地方因为没有做过渡啊，只有这个双动关节做一个连接啊，有时候呢还是会有一点松动的状况。那其他的话我觉得可能胳膊上是胳膊有点短啊，至少你能够做到这可能稍微好一些。那这个变形的时候呢，基本上也没有说很大的难度了啊。那背后的这两个坦克炮塔上的照明设备的话呢，是另外附上去的，你要再把它给装上。那么其他的可能给各位看一下，头部是一个戴口罩的一个表情，头部球冠。那手臂平举360度的转动，额头肌也是可以转动的，拳头呢也是可以转，那腰身可以动，裙甲前后都有。后面踢的话呢，后面这个地方啊被有点稍微限制住了它的一个往后踢的一个角度。然后外摆内收也是可以动的，稍微的话可以拉出来一个关节啊，就可以踢得更高一些。那基本上呢，你用材质的话就是很适合做一个把玩的，用你扭的话呢都不太会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吧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手啊从前面后面这把它给拉开来往下，然后这个拳头收进去，收进去的时候摆正一点啊，把它给扣上。然后呢这里转过来贴上啊，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难度，对不对？非常的简单。那这里一样，拳头的话呢往下推下来，推下来，然后呢手放进去盖起来，推上去之后呢先合起来。那这个整个一个背包这个部分，这本来是折这样子的，把它整个拉下来，然后做一个旋转到这边。那么呢后面的话呢，整个胸口也给打开，头呢给翻出来，底头的话呢这个部件通通往外翻，翻出去，再来的话呢把头的话呢反折进去藏到内部，再来的话呢这个胸口两侧啊，它这一片是一个双动关节，在这里我们把整个双动关节呢往上面整个给提上去，提上去之后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履带的这个灰色的凹跟这个绿色的这个洞呢做一个结合，到这边往上啊整个提上来，还有这个地方，这里有个绿色跟灰色的组合，一样的把它给扣上去。好的，整个都扣上了啊。然后呢接下来要做一个腰转180度的一个过程，炮的先伸出来无所谓。再来的话啊，它腿这个地方的变形，如果你看说明书的变法的话呢，应该会蛮痛苦的啦啊。那我们直接的话就是用比较快的方法变给各位看一下。首先是这一片要把它给挑开来，但是我用手指甲的话我挑不太开啊，anyway你把它给挑开来。然后呢这个脚的话整个把它给肢解掉，你能看到能拆的呢你全部把它给拆开，还有这里拆开。那这里啊提一下，这块部件拉出来之后它这里是可以，你再拔它会整片会掉下来，这个部件它待会是要旋转的，但是我们现在先不转，因为呢我们先把这个地方你看得到的能拆的你全部都把它给拆开啊，你看得到全部都把它给拆开，这里打开出去，打开出去，内部还有打开，这里再打开，到这边有一个咬合，在这边咬合住。然后呢从这个角度给各位看一下啊，到这边好，你把它给它应该是这样子的啊，这里拉出来，这里拉出来之后整个到前面去，然后我说的就这一片，这一片啊你再往外拔它会掉下来的啊，它没有最后的末端呢是没有锁定住的，那我这一侧比较不会掉，另外一侧就掉得很厉害了啊。到这边最后的话就会把它整个给扣上去。那我们讲一下这一片部件啊，这一片部件的做法目前是这样子，你看到这里有一个折叠的关节，等一下就把它给折进去就可以了。在折进去之前的话呢，我们要做这些整理，脚掌
小部件先推进去，大部件再推进来，以及内部这里有一块部件要记得把它给，这一片要记得把它给抠出来，这边推进去，好，然后直接的往前面叠上去到这边。那这个时候侧边这里的话呢，就可以准备做一个结合了啊。但是呢，因为这里还要做一个锁扣，所以我们先把另外一侧也给变好。那一样的，先把这一片给挑出来。但是呢，我的这个指甲不够长啊什么的啊，我长的地方在其他地方啊。我说舌头啊，就是舌头话很多，所以舌头很长。当然舌头很长也是有优势的啊。好啦，我们把这个地方给撬开之后，再来就是把它整个你看得到的地方全部都把它给打开，这边撬开打开，然后呢内部的这个部分把它给翻出来。这里因为这片部件它是会有点干涉到我们的，好，把它给翻出来，翻出去之后这里翻出去，这里再翻出去，然后内部还有部件记得把它翻出来到这里扣上。那这一侧这一块部件比较容易掉下来啊，踢一下而已。然后呢这个地方滑槽把它给往外拉出去，哎，怎么突然变那么紧啊，拉出来了，好，到这里哦。滑槽拉出来之后呢，它就可以，滑槽拉出来之后，哎，就可以往前面翻过去。那这里就是记得这片部件在这边再做一个内外翻折到这里扣上去到这边，好，各位到这里了啊。那我最后就是把这片部件给折进来，看似有点小复杂，因为零件有点多，但其实它记忆点是很强的，里头这一片部件记得把它给翻出来，基本上呢变过一次可能也就把它记起来了啊。到这里，好，好的，到这边啊，对了，这个地方这里也是要稍微整理一下，把它给折进去再折进来，就这么样的啊。然后两侧扣上，这里这个部件往回推回去了，炮塔往前面转，接下来就往两侧做一个集中，到这边扣上，这里一样的都把它给扣上。它要组合的东西有点多啊，有点多，各位就是严丝合缝的把它给扣上去，这里。那最后的话呢，就是它的配件，这把短枪啊可以直接扣在这里。那后方的这一门这个追加的这是什么导弹炮啊什么的，就是从这个地方啊锁扣把它给扣上去。好的，那么我们这一款这个军事合体的第一个成员，致敬到变形金刚橘丸吵闹的重炮，就会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炮塔是可以动的，一个坦克的玩具来说，炮塔能动就给个60分了。那这个炮之前啊在人形状态下是缩短的，战斗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给拿出来。好，那么这个没有履带，没有履带的话呢，已经有之前有类似过的讨论了，就是坦克本来就啊，不对，不是没有履带了，就是没有轮子了啊。就坦克本来下面就没有轮子，所以你没有副轮子，其实反而比较还原。但是又有人说就是不能够推车。Anyway， 这个各位见仁见智了啊。那么坦克的状态下，我是觉得就炮塔可以动，我也没有特别的挑剔了。然后变形的过程呢，几乎就是很多的部件翻折而已啊，那也是有点乐趣，而且记忆点非常的强啊，看说明书真的是看不出来怎么变，但实际上就是大胆的把腿整个拆开之后呢，就没有什么问题。那它的一个变形成军事合体的这个足部的一个状态的话呢，是把这个啊先给反转，然后从这个地方呢把它给打开啊，然后就直接非常暴力的呢从这个地方给扣下去。这边翻出来这个凸啊，就是要扣这边这个洞的啊，所以我们就直接的把它给扣上去。这个部分呢把它给扣到底之后啊，把它给往内压下去啊，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腿部啊。那看起来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左腿的一个部分啊。 OK， 我个人还是那么一句话，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接受了啊。这个在把玩上的话呢，就会有一个很轻松的感觉啊。那么的话呢，作为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变形金刚合体系的玩具，那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期待的啊，特别是看到这么简单的腿部变形，我就松了一口气了。那今天就给各位介绍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